接下来带来的一段是以轻松的方式诠释一种慵懒的 hip hop， 声音就是这样 hip hop。那后半段呢？后半段呢，带来的是一种 new school 的 house。前半段的感觉有点像街头品牌，那后半段呢，看起来就好像是一种时尚精品，就像我这身打扮一样，好不好？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时尚到底是搞什么鬼啊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由 old school hip hop 加上 new school house 为你呈现的男老师舞，大家掌声鼓励。
下，这个 ending 好像手不太对哦。哎，不是，是向上，向上啊。好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一种时尚精品的概念。